像我们也有卖很多这些模具啊、机器啊什么，反正客户基本要我们都可以。嗯，因为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话，就是要跟他说的很细致，他才听得懂。就是他们现在见过，你跟他说他会稀罕的朋友。我们会提供一些实时的那种视频，对视频，就是跟他说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工艺。核桃就是气泡的嘛，浸泡的那种。这个是用冲泡的吗？是要提前。啊，我知道。